真的有了，有有有有有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了！不是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你激动什么呀？我就说有了嘛，你们都不相信我。对不起啊，张医生，是我们害了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了就好啊。这前3个月吧，尤其要注意啊，你有流产的前兆。我看着要回去，按时按点的吃啊。那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吗？尤其要注意休息，要经常吃的用的呢，一定要最好的。我相信你们温家一定能提供的。 交费去吧。